赠送仪式今天下午3点钟在内政部举行。美国纽约动物自由协会主席阿灵顿女士以感谢状一词赠送给我国政府，感谢我国政府多年来对爱护动物和保护动物工作的卓越成就。感谢状由内政部长林钦森代表接受，林部长也以纪念品一份回赠给他。阿灵顿女士说，亚洲地区中华民国政府是唯一获得这项感谢状的国家。阿灵顿是昨天专程到我国来的，他明天将返回美国。